Oh my god！ 新北芦洲人来我公司代练，薪水35000。好，那这一位观众他的这个见解比较特别，他是想问问装备提升的方向。那他说都在身上了，那我就来看一下。他说装备跟卷轴都在身上了，你是要提升火毒的方向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 好，感受到了。我先稍微看一遍，23星顶趴，这个也是顶趴，这个还没有弄。-6 CD， 灭龙顶趴，双船顶趴，三爆顶趴，双船顶趴，船喊三合一。OK， 那你先看装备的部分啊，铁定是你的武器跟副武器要调整嘛，这是100%要优先的。我看一下猛兽好了，双中还行，但还是建议可以往上换到双中魔了。如果你这样弄装的话，那武器的话就是带个武功的这样，那你双中魔的效益还不错。双中魔在拉拉身上哦，好，那没问题。那就是现阶段会比较明显就是武器副武器嘛。这个送的肯定是不行，那三合一也不太 OK。那你的35没有问题，顶配36在装备栏。嗯，哦，哦，还有就是，哎，我看一下，智力，我看一下，好，我看我再看一下，哎，喂，看一下哦，是从哪边看起嘞？所以是这三个吧？哦，顶配顶趴在这里，好。所以只有这边吗？其他不是幸运的。嗯，就这三个嘛。好 ，OK， 但是还是一样啦，就结果不变，因为猛兽有了嘛，那就是武器副这个优先换。那再来你说卷轴在背包是吗？新卷跟装备都在身上，是指哪里呢？哦，看到了，哦。新卷在这看到了，17张20星卷是吧？那卷轴是不是在有卷轴背包吗？我看一下，哦，看到了，哎，没有，所以还没有卷轴是吗？大家冷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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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你只是想问我新卷上的顺序？我这个数量应该也不用担心了啦。装备提升的顺序，卷轴不在身上，应该在别支。那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新卷的话、啊、是不是？新卷的话一定是200等防具优先，因为你现在武器还没有找到嘛。20星卷就是等级高的优先，你这些鞋子、手套，然后肩膀、披风、帽子这些，哦，这些优先上，这五个优先上。不然其实0到22应该是武器比较多，但是因为你武器没有好，所以没关系，先上防具。那再来如果要论效益值的话，也是一样从等级高往下，那就再来就是灭龙了嘛。哦，因为心脏只有150，你先弄灭龙还是比较好的。那再来就因为你大小魔虽然150以上，但是因为潜能可能你没有办法接受，或者你可能想要换，那就先不用。那再来就是150的都可以了，150的你要先上谁心力都可以。那再来就最后是130的这个贤者盾嘛，那这两个不用上绝对没问题，因为你还得换嘛。心力的话是这样，漆黑四 set 也买了，现在在洗附加。哦，好，那就没问题了呀。那就一样，如果你已经有漆黑 set 的话，一样从等级高的开始上20星。那武器跟副武器就也不用自己弄了啦，我觉得你就直接买洗好的。什么23星也好啊，双船也好啊，这个20星双船也好啊，你就直接买现成的，我觉得就可以了，也不用再自己上，我自己觉得啦。那所以武器好了之后，你接下来就是防具先嘛，那再来由等级高到低慢慢上20星，这样是最好的。因为新卷的效益是看装备等级的，心力的部分。这把等老黑可以吗？这把等老黑，如果你其他装备可以弄成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可以。反正副武器一定要买嘛，如果你副武器也弄到船喊之类的，那你其他这些顶趴你都上22星，然后你卷轴也有充好的话，对吧？或者是你就去弄一个航海武功就好了啦，也可以啦。那再来卷轴的话，你说实在的，你想要上到全命运，我觉得没有问题啊。那我个人觉得法师的防具用不用暗黑我觉得没关系，因为法师也是一样一组属于附属嘛，
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办法把你的命运卷的军功把它洗高的话，那还是命运卷比较好。那如果真的是要洗卷轴的话，防具跟饰品就没有顺序了，都是命运卷嘛，家里攻击力都一样，防具跟饰品都一模一样，有差的只有心脏、嗯、所以如果真的要上卷的话，我觉得你先上心脏，因为武器你要等创世嘛，先上心脏，心脏一定是命运卷的，反而心脏就要先上卷了，因为心脏的卷轴是武器卷轴，攻击力加很多，那剩下来的全部都是防具跟饰品，加的攻击力都一样。命运洗恢复建议多少数值？大佬这个均13或13加哦，好像说真的要配恢复卡好像要13加，可能比较合适啦，可是要弄中等级应该直接买6牌吧。确实啊，就是真的有资金的话，还是建议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弄好的直接买起来啊。你有想要弄附加吗？附加打算都自己洗哦，那他就是全部要自己来，所以没关系，他要自己洗附加。好，那就没这个问题了，先敲白五吧，没关系啊，他不着急，因为他不打王，他说他没有在打王，他就只是要提升装备这样，所以没关系。白五的顺序在哪？基本上啦，通常是可以先白三，然后再转附加，然后再看你要往哪边拼这样。但以你来说，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要直接跟白五的话，还是可以等活动有大量白锤的时候，好像画框就有了，可以等那个时候。画框那个时候有白锤又有卷轴，星火对啊，星火最后，因为星火要拼，基本上也只能拼那个便当星火了，那个限时贩卖嘛，也不是随时想拼就能拼的。我现在完全是跟着活动走，哪个先出先弄哪个。那也 OK 啊，因为如果你真的终究都是要自己弄的话，那铁定是挑最适合的时机弄啊。那就好比说你想要洗附加，那就铁定是等跳光加倍嘛，或者是有小猪红包的时候。那你要洗这个命运卷的时候，那就是等那个画框嘛，白锤也是每次等画框。所以你说你要照顺序是没有关系的。CP 没关系，各位，你们说什么没附加不想敲白锤或22还是什么 CP 最低都不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全部都要自己来，那这个情况下呢，不用管 CP 了，一定是那个时候弄哪个划算，弄哪一个，不用管顺序了。就好比嘛，你们说先敲白锤什么的，如果这时候画框没有出，白锤也没有，那也不适合啊，因为他都要自己来，他就是要全部弄到附加三排白锤五嘛。白锤目前800把，上次画框自己抽加买，哦，你已经有800把了。想收满2000把再开始哦，2000把再开始哦，哦 ，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不过就看哪个先呢、啊？哦，就看哪个先。附加两排等白附加，所以才上市哦哦，两排附加先拼两排，再拼白附加。那白附加一年就一次而已哦，所以真的，而且它只有14天，所以你真的要囤，要准备多一点的，因为白附加只卖一天嘛，一年一天。那如果你们说画框先，那就先去收你的这个白锤嘛。那如果跳框先的话，那就先洗附加。那跳框即使当天没洗好，还有小猪红包可以用。小猪红包跟跳框加倍是一样的效果，只是两个不能叠加啦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当天没有叠什么的哦。那两个一样的东西。那再来22星就随时都可以，因为你星卷准备好了嘛。那要往上点就也没有分什么时候点22星，或是。除非你要买23星啊，你要23星的话，我是建议就买追加，你能买100就买100嘛，看你不想赌就买追加100这样，啊，追加100就真的是要等这个幸运宝箱了嘛，嗯，不过还是建议用熟的，因为追加100不好抽，不好抽。那因为你20星卷都有的情况下，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再抽了，因为如果你要自己抽顺便捞20星，我觉得还 OK， 但你20星已经够了，会抽会收。哦，抽加收，哦，抽加收，好 ，OK， 哦，有观众问你现在大概花到什么样的金额了？你是有介意说出来的吗？有会介意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知道多少钱要算一下 ，OK， 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的好的，看来就是花就对了，哦，没有再管多少的，OK， 也正常，也正常，对吧？就像问你现在吃了几颗米了，你也算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是连两个月二分之一，哦，连续两个月花到二分之一，
所以现在大概四五十就对了。OK， 好的，那我大概知道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时装帮我看一下，时装哦，你说现金道具吗？还是点装？现金道具戒指，然后时装我找不到哪个网站可以看要买哪个。加工点装，你说的网站应该是看外观那个吧？那你说加工点装的话，其实现在加工点装千篇一律啦，哦，就是什么那个狐狸面具啊、活尸啊、然后天照啊、斗神披风啊，然后还有这个你说音乐冲嘛，对不对？那还有这个强化套服啊，啊手跟鞋有点忘记了，也是强化手啊，对对，手套也是强化手套，生命之鞋。OK， 感谢感谢，这样就补齐了。立体机动也有鞋子哦哦，对。Rider 的好像就是立体机动，好像也有披风，对不对？调查兵团的那个披风，兵团披风，对吗？我记得有披风。那至于这个现金道具的部分，你有艾戒了吗？也有鹿耳，那没问题。黑衣也有了，那其实该有的都有了呀。那如果你要炼胆的话，就顶多弄个烧戒，对吧？因为你有苦行了，也有轮回了。那宠物的话，你要三只披宠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但你的那个宠物装备攻击力的话，要调整一下。那最理想的，当然还是蓝字加攻击的部分破百攻，这是最理想的。好，那这就是这个现金道具跟点装的部分。凝聚戒指哪个等级区间可以用？塞尔尼温，在塞尔尼温可以使用。对，我都忘记凝聚戒指了。凝聚戒指也是挺好的，暴击又暴伤，挺不错的。可以了，大概这样。好的。那我们就准备收工咯，收工。哇，各位，这个是全新不一样冷的环节哦，这个冷的很特别，太扯了。哎，不过这个前几次太多各种冲击的装备了，现在已经临危不乱，但还是蛮冲击的。哎呀，可以留言吗？我抖内真人，可以啊。你要真什么人？可以啊。Oh my god！ 新北芦洲人来我公司代练，薪水35000。有没有新北芦洲人来我公司代练？薪水35000，劳健保比照政府规定月休7。OK，OK， 各位，找工作找起来。哎呀，我怎么住台中呢？应征管道，哎，对啊，有没有办法联络到你啊 ？Oh my god！ 0983408596陈先生要来公司练打卡上班。OK， 好的，那资讯就在这边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再次强调哦，没有说不相信，只是呢，大家自己要好好的确认，好吗？毕竟这有关自身的权益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我这边不是负责的人哦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要自己确认，好吗？好不好？没有说不相信他，只是这个东西本来就要维护好自己的权益的，是吗？好不好？所以大家自己好好确认，好不好？那有想要试试看的呢，可以打电话，对吧？以上言论不代表陆羽立场。OK， 谢谢谢谢，打电话没关系嘛，对吧？以上言论不代表陆羽立场。OK， 谢谢谢谢。那至于什么时间什么的，就你们打电话去询问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感谢四辉爸爸给我们来这个重磅消息。好了，那今天直播就先到这边结束喽，晚安啦各位，拜拜拜拜。